乱世风烟剧本福利大放送，新手期48小时，免占土地占格子，等待时间长直接放弃，征兵速度慢怎么办？5分钟安排1000预备兵，被土地守军克制怎么办？用守军换防文书换，晚上休息担心体力资源满仓浪费怎么办？武将上阵就变为上限180体力，自然增长资源超过仓库上限将额外存储，想要高级石头屯田但是没有怎么办？打铁木梁高级地，用土地变更文书改成石头，升级8本石头爆仓看运气怎么办？46万仓库用石头供给文书给15万石头爆仓升级，开荒槽点全解决，前期开荒慢导致没有高级地了怎么办？使用土地开发文书升1级，49级升50级太慢怎么办？使用武将升迁文书直接升级，还有顶级战法草船借箭、刮骨疗毒、风使阵、士别3日4选1，选错不慌，删除再选，另有国策玩法给配将再添一把火。